新闻的现场，先继续从镜头细来六卡乡，要来看就是为着要来促销点六卡乡农特产品，提升业务的气势。公司是特别在了29号的暗时，在汕头国小举办着中秋节的联欢晚会，提早合乡民欢度中秋佳节。在了现场，除了有农特产品的展示之外，嘛有社区团体来进行着节目表演，现场气氛相当的陶醉。桂姨人团圆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真侪伫咧外县市拍拼事业，或者是读册的游子，拢会利用中秋节倒来到故乡，含厝内底人团圆，欢喜过中秋。所以六卡乡公所特别运用着这个机会来营销着农特产品，希望让游子了解着乡内所生产的农特产品，未来有机会会当帮六卡乡的农特产品来带进营销。就会当配合咱馆长的天然橙树啊。在我的鄉長任內，一在每一個社區，我都有每一個社區的特色，將每一個社區的特色帶出來這裡表演，有歌唱班，有跳舞班，有一些自家己做的樂器，甚至我剛才在說，後面飯裡路當頂面湯腳湯拿拿出來做我們樂器，這實在是非常不簡單，可以讓帥老師大快樂，就是我們少年人的歡喜，在這裡借這個機會就让咱所有的乡亲会当中秋快乐，佳节愉快。今仔真欢喜，我代表馆长来参加咱六卡乡中秋节联欢晚会，而且我祝福大家中秋快乐。在活动当中，除了有社区表演团体带来精彩的节目演出之外，也来进行着摸彩活动。乡长黄金成、嘉义县政府机要必须陈川奇、议员陈怡月拢上台来抽出大奖。黄金成强调，因为公所的财政较困难，所以奖品的金额无悬，但是却是代表着公所的心意。最后是来祝福着每一位乡民佳节快乐。最新新闻，准备成六卡乡彩虹报道。